好，接下来呢，变个神奇的水果魔术给你看。这边有几张水果卡片，从这一张里面挑选出你最喜欢吃的水果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好，帮我看一下这一张呢，有没有你喜欢吃的水果呢？没有。没有。这一张有没有？有。有。那这一张有没有？有。有。这一张呢？有。这一张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这一张呢？有。有。这一张呢？没有。没有。这张呢？有。有。这张？有。这张？有。有。好，所以呢，没有的是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我把没有的牌呢反过来盖在上面，好，它就会显现出你最喜欢吃的是西瓜，没错吧？对。